每年十二月份，东北的江河开始冰封，但这并不影响人们捕捞新鲜的鱼获。大到万人俱往，小到各家各户，都会在冬季到冰面上冬捕。这是昨天晚上我们七点多钟下的挂了，这不准备今天年夜饭吗？今天吃点挂了，挂点鱼，做这个甜鱼。这个是180米的吧，可能挂290斤鱼了。来了，来了，来了。全是白脸的，这个里子是我的了。孙万江的女儿在四平生活，女儿一家今年没回来过年，在当地的侄女儿和侄女婿陪老两口过个年，年年有余，年年有余。靠水吃水的渔民们年节自然要以鱼为食，共庆团圆。每年春节，老孙掌勺，老伴儿摆盘，老两口各司其职，做一桌全鱼宴。无论江河湖海，无论四季轮回，年菜的味道依托于人所生长的属地，也依托于时间脚步的积累。东北吉林的西部渔场之中，冬夏都有忙碌的身影。天刚蒙蒙亮，镇赖渔场的渔工孙万江已经与工友们一起在哈尔闹水库倒出了最后一个网箱里的鱼货。咱们现在主要就是以网包为主，为了让它存活，它那空间大。咱们这个网箱是4米乘4米的，倒这个网箱的时候吧，必须得是两个船，用这个两个船夹着走，底下放个滚杠，这个滚杠呢就把这个网箱里的鱼都撵到这个护鱼里头。然后就是把这个护鱼打开，用这个抄烙子往出捞，放到船里，咱这个鱼都是活的。今天特别厉害，来了。哈尔闹水库位于嫩江的西岸，湿地生态系统保存完好，水质优良，是适合水产品有机养殖的湖泊。咱们汉岛捕捞队总共是18趟网，咱们网包每天的生产量的话，一趟包基本上是1500斤左右吧。整个明水期得60万斤以上。渔场的鱼种来源呢，春天放的是夏花，然后把它养成秋片，4寸到5寸，完了放到我们水库里，养到2年到3年左右，长到4斤左右以上，我们才往上捕。这个花白鲢嘛，现在太小，不能上市。明年回鲲之后才能上市。主要就是淡水鱼的四大名鱼：青草鲢鹰，是以这四种鱼为主。其中还有鲤鱼啊，和这个鲫鱼啊、鲊鱼啊、鲶鱼啊、黑鱼啊、鸡狗啊、岛鱼啊，这个都是自然生长的。明水期与冬捕期，哈尔闹水库各产鱼60万斤，
这些鱼既是渔场职工的日常美食，也是过年餐桌上的主角。就是过年了嘛，就是把街坊邻居都请到我这儿过个团圆年，是吧？我今天做的全鱼宴，这都是咱们渔场的特色鱼，大家就是尽情的吃，尽情的喝啊！来，谢谢啊，谢谢啊！谢谢老哥，新年快乐！过年好，年年有余！来年还上你家过年了啊？好，好来。过年前，几个多年相识的好友相约来到厦门岛外的同安区，一起去寻找厦门传统过年时的食物，炸枣、甜果。这样的寻找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也许是因为城市里的年味越来越淡，而对过年的留恋与回味，让这些七零后驱车远行。海底隧道，跨海大桥连接着厦门岛内和岛外。美食的历史如同人类繁衍生息的过程，可以被逐脉寻根。见识不过100年的厦门，岛外的同安区却曾经是管辖厦门岛的同安府所在地。古早的味道需要在食物的原发地去复原它的滋味与形状。炸枣和甜果不过是糯米粉和糖水的组合，却能勾出几个伙伴对年的记忆。小时候我们吃这个炸枣其实真的很不容易，现在是生活条件改善了，然后我们今天也聚在一起回味一下小时候的味道，一个氛围了哈。每逢节日来临，保持着传统手艺的人还延续着年节中互送礼物的习惯。今天蔡超荣要为好友做一件过年礼物，而这多年坚守的手艺最能表达他的心意。七仙雕以前呢是一个装佛的艺术，以其装饰辉煌成为了大众喜欢的一种礼品。那在闽南地区呢，不管是生日啊、结婚啊，或者是过年，大家都会把这个七仙雕作为一种礼物来赠送，希望说有一个好的彩头这样子。这座城市的传统与现代总是能够融入到百姓的生活之中。春节将近，这个四季平均温度20摄氏度的城市一直有四季常新的味道。在山海环抱中，物产显得十分丰富。年前忙年，采购环节必不可少，食材种类的繁多也为选择带来一些难度。哎，这么小的是吧？厦门人说自己平日里喜欢吃小海鲜，虾也不要太大，鱼也不要太重。这一条鱼要多少钱？而在年节当中，一些体格健硕的海物也会陆续登上酒楼和家庭的餐桌。市场上的采购并不能满足对特殊食材的需求。郑志坚和朋友钟衍龙从厦门岛出发，折2-3个小时来到东山，寻找当地的深海大黄鱼。太难得了，太难得这个天气。这个鱼呢，它是属于野生大黄鱼，鳞嘛都是比较均匀的，身体又比较修长，眼睛又盖得住，那么能耐。这里的大黄鱼会被卖到江浙地区，过年前更是热门的年货，人们不吝路途遥远而前往追寻这一珍稀食材。深海中的黄鱼因为鱼身呈现金黄色，因此会被人们赋予它富贵吉祥的含义。
郑志坚从东山回到厦门，马上就给蔡超荣送来新鲜的黄鱼。快过年了，然后到时候过年夜饭的时候刚好可以用上。哦，谢谢谢谢啊，刚好这边有个，这要送给你。礼尚往来，不变的人情暖意，在过年的时间里，会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大年三十这一天，蔡超荣开始制作年夜饭。他曾经在当地一家酒店做过大厨。来自东山的大黄鱼和其他年菜，在蔡超荣的手中井然有序地完成。由同安带回的甜果和炸枣一起被摆上供桌，开始供奉祖先。夜幕降临时，这些食物将作为年夜饭，由全家人一起分享。蔡超荣和父母还有哥哥几家人都住在这栋楼中，儿女常常围绕在父母身边，一代代人接续着亲情。这种咸糕以前我们过年蒸两个甜的和两个咸的都这么大。厦门还有炸枣，炸完了有一个容器下面铺的那个米粉，那个炸枣就放在里面。哎，人计划是要吃到十五，其实没办法吃到十五。厦门人的年夜饭可以说是山海同席，秋冬一味。桌中央少不了围炉，一家人围炉相庆，共度良宵。家和万事兴，家人们在团聚时充满着回味与期望。